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大橙子汪卓成。今天呢，我打算拍一组童趣的日系写真。我觉得这次写真应该是我自己拍过最有创意的一组写真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今天穿的是一件 Gucci 的墨绿色的毛衣，然后一条卡其色的裤子，还有一双 Gucci 的小白鞋。那我现在要去做一些一会拍照需要的小道具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可以看到有这个。各种各样的软糖，还有就是这种是一个粘土，就是把它就这个把它搓成这种圆球球，然后准备一会儿当道具，还有准备了一些小画，还有我一直都没有搓配的花干儿还是干花来着，现在我要挑选一会儿要用的软糖们，哎，这个好看，放上来，这个也不错。这个算热车吧，这个也可以。好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粘土是怎么做的，捞出来一些，然后把它这么搓成这样的小球球，放到这一会也可以当道具。我觉得这一次拍摄真的是超级用心的一次，一会儿还要用上这个护目镜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看，这是刚刚做的道具，然后用无痕胶贴到这个一个白墙上。哦，大家放心，我拍完这都会收拾干净，是吧？特别好看。好，我要开始拍啦。Oh boy. 好啦，今天我们的拍摄就结束了，怎么样？大家有没有 get 到一些新的拍照技能？好，希望大家照拍好。哎，